你放心你的爸妈就是说一个人吗？知不知道？一定要给我干他，知道不？给我吃他，直接吞下去吗？对对对，就是直接给我吞下去，懂不懂？直接用手。孩子十八岁，十八岁吃哦，十八岁吃，这个小孩我们一定要慎重，家人们，懂不懂？还有直播间家人们，有没有有些人有没有不知道怎么付款的？来，有没有不知道怎么付款的？我去教嘛，我这个也不专业。来，我来教一下，我来教一下家人们怎么付款啊。来，很多是刷一来，家人们点一下这个，点一下这个，知道不？等一下，等一下，有吗？来点一下这个，然后点击立即购买，然后点击提交订单，懂不懂？就点击提交订单就可以了，家人们。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这么容易抢到的，我也不会给一般人随便给，知道不？我跟你说，家人们，我跟你说实话，多大？家人们，屏幕有点晃。家人们，我跟你说，年纪可以这样子可以的。家人们，就是什么什么东西多大可以吃啊？就是越就是说年龄只要越往上升越应该吃，因为你什么时候你都不会知道，对不对？可能他突然就这样子了，是不是？我们又不是没有遇到过，家人们，你们说是不是？为什么要拍这个，对不对？清理垃圾，对的。看到没有，一颗都没有了，直接全部消化掉下去了。来，我们平常多少钱啊？平常就是我们给阿伟给他供货价都是59.9一盒的，对不对？今天我们多少钱啊？今天我们59.9拍一发五，懂不懂？你今天真的拍到就是挣到了。有些人我看拍了两单。来这样子，吴总，嗯，现在已经是你照下来嘛，照下来。啊，吴总也辛苦了。不是，我今天特别确实很辛苦。现在已经是432单了，432单了，这么的，给大家最后一秒，最后十秒钟，好吧？最后十秒之后拍了就下了啊。500，我刚才说了，我跟老吴要了500单。500单之后呢，这500单的差价我去补贴啊。今天晚上主要是我希望我直播间叔叔阿姨爸爸妈妈们每个人能抢到一单，给我5个，没事，家人们来一天吃一个，家人们，今天你们拍下的，在阿伟直播间拍下的，我保证一个人都发5盒，好不好？对不对？这个清理管里面的垃圾，对的，家人们，你们太懂了，来把这个清理管里面的垃圾给我这个评论给我置顶，好不好？给我置顶。来，首先啊，这个好东西是我在他那儿要的啊，在其他地方你们是买不到的。我说实话啊，而且这个价格啊，平时他给我公司我拿1000单，他都是1盒49啊。是的，59，哪有49？59.9，1盒59.9。今天晚上啊，我也希望我直播间我爸爸妈妈们能够抢到一单。之后呢，就是说你们后期一天一次，我希望你们下午吃都可以。我希望你们身体健健康康的。不管1年后、2年后，阿伟直播的时候，你们都能够在阿伟直播间看阿伟，好不好？来，电话打完没有？你跟他发了信息，他还没回你吗？看一下回了没有？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的那种。来，家人们，你们看一下，你们看一下，里面是没有含什么糖什么的，家人们，你们看。要打过去吗？知道不？打过去。对，分两次，对不对？没事，两次拍的，我们都一次给你包邮。家人们，电话打通了。我们先不说话，我就问一下他吃的这个鱼油的效果怎么样，好不好？家人们，一瓶可以吃一个月，家人们，一次一粒。他是不是睡了？没有，他应该是在忙。家人们还有多少单？我操你，500单呀，500单要贴好多钱嘞。没事，反正这五百单差价我去补贴嘛。啊，喂，老爸。60单。喂。哎，阿伟。啊，我是阿伟，那个。刚才我手机在直播，我用小娃的给你打过来的。啊那个吴总他今天还没有走，然后呢他在我这边玩，然后他说他想跟你说几句话，你跟他叔叔叔叔。哎，你好，哎，吴总你好。没有，你不叫吴总的，我说了你叫小吴嘛，你叫小吴。哎，没事的，没有。今天我们直播间，我们今天在这个阿伟的直播间，然后呢，今天阿伟今天很大气。他把你那个鱼油啊，就是给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在那个啥，在送，知道不？非常感谢啊，那个吴总。没有，叔叔，您等一下，您等一下，我就想问你一个事情，当着直播间的家人面，你吃了这个鱼油，你感觉怎么样？挺不错，反正感觉比那个没吃之前呢，反正舒服多了。速度，叔叔非常感谢你啊！没事的，只要是好，但是
这个叔叔啊，我这个有一个事情，可能因为我你也知道的，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少，就上次去年家里呢又是这个猪啊又是鸡的，对不对？但是呢我希望是啥，我希望这个明天，对不对，我们能够来到这个你来这个他公司，你来你儿子公司一下好不好？好好好，对，我要当面感谢你一下呀。你又当面，你当面感谢我好几次了。上一次，你那个八加一天天跟我碰连碰了好多杯，对不对？那我们不说感谢，这都是应该的。但是呢，我跟您说一个那个真心话，我跟您说一个真心话是什么呢？就是，反正我希望明天非常的想见到您，可不可以？好好好，好吗？那就谢谢了，那就谢谢。应该的，没有，你就说应该的。反正您相信我，反正呢，你这个做我这个做侄子的，就是您这个做叔叔的呢，反正我们的信任感很强嘛，对不对？是不是？好好好。好 ，OK。你是明天是在那个哪个地方？到时候。哪的在阿伟这边，你说。在阿伟这边嘛。对。哦。好。好。好好好。OK。OK 那我就那我们就在这里等你咯。你大概下午几点左右到嘞？好嘞。非常感谢啊。好 ，OK， 搞定吧我。那你早点休息啊，老爸。我这边跟吴总谈点事。挂了啊。拜拜。家人们，我从来不吹牛逼的，知道不？家人们，我这个你们不能总是说。对不对？他烧的效果怎么样？我就直接让他说的吧。不是的，家人们这样子啊，吴总，你看也没有多少大了。我刚才也答应了家人们，500大啊，我答应了家人们500大，就是500大啊。现在已经多少大了？450大了，最后50大。这样子，最后50大，我给大家10秒钟时间，好吧？10秒钟时间，然后你们去卡一下。然后我希望卡到的每个叔叔阿姨们啊，都是我希望我阿伟明年直播也好，后年直播也好。我希望每一年我直播的时候，叔叔阿姨们都身体健康的来看我直播。一天吃一次哦，一天吃一次。这个东西呢，确实你们不要等到身体那个啥了再去吃哦。这个是你们时时刻刻都可以吃的，然后确实是一个好东西。我爸一直也在吃哦，对我爸也吃了几个月了。来，家人们这样子，他这个你们拍的，它是一个疗程啊，一个疗程。五盒对，五盒。一个疗程，然后呢，最后给大家10秒钟时间，好吧？今天晚上在阿伟直播间啊。这个吴总有这个好东西，所以呢，我也想分享给我叔叔阿姨们啊，因为这叔叔阿姨们也这么的支持我，今天晚上，然后吴总帮助我这件事情，我也会好好珍惜的，好吧？然后呢，家人们，最后给大家10秒钟时间来，给我上车，来，10秒钟时间啊，没有拍到的就没有了啊，不要等一下又在喂就没有了啊，家人们，来，已经上车了，不是，你们家人们一定要记住，2次可以放到一起包邮的。家人们，你们一定要记住一点，记住一点是什么知道吗？就是你们一定要记住一个事情，就是给老爸老妈都要拍一单，不单单是只要给老爸或者拍5瓶两个人吃没那个东西没用的，一定要饭后，饭后中午，其实是中午的饭后吃是最好的，但是有些放在家里那就晚上的饭后吃，知道不？就比如说家里面有父母啊，这些不管30岁以上的也都可以吃啊，也都可以吃30岁以上的。然后呢，你们拍一搭就一个人吃，好吧？我给大家10秒钟时间，来，10、9、8。他说我付不了款。八，教你，我教他一下可以不？他说他付不了款，有家人说付不了。来，老蒋是这样子的，对，是这样子，看到没有？你点这个抢，然后他下面有个更多吧，好像。对不对？我这个是付不了的，我这个因为没开通那个。我上发。对，你往上发，下面一个更多。对，你首先点击下方这个小黄车啊，下面有个小黄车，点一下之后呢，你去立即付款之后，把地址填好，然后它下面我上发就有个微信支付，对，可以支付的啊。家人们，我跟他们说一点，好不好？就是说这个他们问我的货在哪里发的，我的货在安徽亳州发的，安徽亳州被称为华夏药都，懂不懂？这个你们可以去哪里都可以查到的，拍一盒发5盒，家人们，你们反正就是有叔叔阿姨，家里面有叔叔阿姨的，家里面如果说自己超过了50岁的，都给我拍一单好不好？如果说拍了吃了没有效果，或者你们拍了回去做不了我这个实验，你们记住我说的一点好不好？如果说做不了我这个实验，你就给我退回来，因为家人们，我跟你说，新疆是拍不了，新疆因为他发过去，他们很多人会扔的。
有家人们都有的，家人们都有的。我们这个家人们知道什么叫深海鱼油吗？就是在个大海里面，知道不？大海里面，就是而且在近海没有，要到深海里面。对，可以的，可以的，家人们，拍一盒发五盒，家人们。拍一盒发五盒，四十五十九一盒啊，但是拍一盒就给大家发五盒啊，一个疗程，一个疗程。还有多少单？只有还有，那这样子吧，我就倒计时几秒，反正我相信家里面有这个叔叔阿姨的应该都拍了，对不对？家人们是不是？你们是不是都拍了？都拍到了没有？猴子，我去过那里，对不对？光做养生调理的，对，家人们，我说了，我不会骗你们的，因为我今天在阿伟直播间骗了你们。假如说实话，我下次再要来阿伟直播间，一盒三十粒，一盒三十粒，我都不好意思跟大家见面，因为明天我们要干的是一件大事，是不是？家人们，你们说是不是？要干的是一件大事，懂不懂？来，给大家十秒钟时间吧，好吧？刚才吴嘴给大家介绍了那么多，然后呢，如果大家相信阿伟，放心的去拍就可以了。说实话，如果我爸吃了，不管那个吃了没有那个管什么用的话，我也不会给大家分享的，但是确实好这个东西，所以呢，我也给大叔叔阿姨们分享一点，知道吧？然后不管怎么样啊，就给大家十秒钟时间，你们没有拍到的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我们不可能就那个啥，对吧？对，来，十、九、九、八、八、七、七、六、六、五、五、四、四、三、三、二。二，四十八小时之内发货，家人们，四十八小时之内发货，来倒计时，我们一秒，好不好？来，这个家人们，你们没有付款的，下方你们拍了的抢了的，付一下款啊，然后我们数到一就直接下了啊，你们没有抢到的就没有办法了啊，来，三二一啊，数三二一，来，三，二，一，下菜，家人们，今天开不开心？家人们告诉我今天开不开心？啊。家人们告诉我今天开不开心，告诉我行不行，开不开心，家人们开心是不是？我说了打电话就打电话，但是他之前没有办法，他一直在忙，其实我非常想八九千人的时候跟他一起打电话，知不知道？这才是最开心的事情，是不是？对，现在很多叔叔阿姨们有些就睡觉了。对啊，很多叔叔阿姨有些所以说就睡觉了，对不对？我到时候我跟你说，家人们，只要他们后天见面，我准备一个大红包，对不对？我要让阿伟给我买双皮鞋，攒量攒量的皮鞋，没问题啊，可不可以？没问题，可以啊，对不对？家人们，你们愿不愿意让阿伟给我买一双崭新崭新的皮鞋？其实直播间叔阿姨姐妹，你们应该是最了解我的，也一直以来是看我直播到现在的。我只有一个要求，只有一个目的，知道吧？我的要求，我的目的是什么？你们我不用说清楚，你们也都懂啊。我现在努力奋斗的意义是什么，对吧？我每天，我跟你们说，我一天一夜不睡觉，我跑业务，我直接开车去的啊，小王我们两个一起去的，就昨天才回来的，知道吧？开车开了一天一夜，说实话，我就是因为跑业务，我希望我想证明我把公司给做起来之后就一切都好说了。我只有一个目的，我只希望我所作所为，我所付出，我希望一个人懂我就行了。哎，那这样连我爸不懂我都不管他，知道吧？那这样子行不行？我想给你一个祝福。什么祝福啊？什么？家人们可不可以？我想给阿伟一个祝福，行不行？来，你帮我把你们的那个我给你寄的那个沐浴露给我拿过来，我今天给家人们送一波那个东西，行不行？可以。但是我给一个，我给一个让家人们最开心的价格，行不行？来，你就直接给我改价哦！我叫你不要给我是吧？价格搞得很高什么的，就直接给我改哦！家人们来，没有来链接上没有？不用，没有，先不用上，先上，先上链接。没有，那你就这样子，家人们，我给他的祝福是什么呢？家人们，我给他的祝福是一生一世，来，给我一生一世沐浴露三瓶的价格改成一生一世。好，一生一生一生一世是多少？我看，家人们，三瓶价格一块三毛，一十三块，一毛四。家人们，好不好？我们希望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然后这是什么？一生一世，一瓶都不止十三块吧？你一瓶我给你是十九块钱。对啊，我一瓶给你十九块钱嘛。你要十三，要三要四。我出钱，
我你刚刚补贴了这么多钱，今天我在直播间，我希望用一生一世的这个价格能够获取你们后天在一起开心快乐。来，直播间家人们，来给阿伟拍张照来。拍照拍好，拍好了没了？来，我说三二一，拍着照来，一二三。拍了没有？哦，平时吴总跟我这边对接都是一瓶19块钱，19.9块哦，知道吧？对。然后今天晚上不止一，你看13块钱，他直接给大家干三瓶，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的，家人们，我希望你们来，家人们给我打一波一三一四，好不好？我希望每个家人都给我抢到，行不行？我希望每个家人都给我抢到，但是我只给1000单啊，家人们，我只给1000单，1000单，我希望每个人家人都抢到。直播间3000个人，只能1000个人抢得到啊！对，然后这个可是正儿八经，这才要给，这才要送，这才要福利。来，来，我们公屏上打一个五走大气，好吧？1314，今天晚上我帮我把1314打起来。我希望在直播间每一个人抢到，在阿伟直播间抢到1314的啊！我也希望你们陪阿伟一生一世，好不好？好的，这个祝福可不可以？可以，我希望你们永远在一起一生一世，我希望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跟你们在一起一生一世。而且我跟你说，家人们，我这个三瓶它的香味是很香的，家人们你闻一下，你应该看到没有，确实很香，很香的。我跟你说，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叫沐浴露，就是说香，这个叫什么，香薰保湿丝滑沐浴露，知道不？而且我跟你说，家人们，七日留香，给我去拍它行不行？现在是不是才100单？家人们能不能给我把这一千单给我拍了？这是我送给他们的第一件礼物。后天、明天我会送到第二件礼物。后天我会送给他们一个大红包，行不行？家人们，告诉我，来，家人们，对不对？给啊，吴总给大家的啊，希望大家能够给吴总打个3个字，吴总大气，好吧？说实话，确实13块1314，他是为了祝福我，知道吧？也祝福我的粉丝们，看到没有？三瓶，来拍一发三，不同的颜色，而且这个，你们看一下这个特别香的，你们洗了澡都不用打香水了，知道吧？家人们，你们告诉我，你们去超市里面买一瓶多少钱？你们告诉我好不好？看到没有？这个确实很香的，很香很香的。对，太香了，真的，因为它是自然香，知道吗？它不是那种，看到没有，讨厌，而且它很就是很粘稠的那种，看到没有，它不是跟那个水一样的，对，看到没有，家人们，很粘稠的那一种，所以说拍吧，这个可我也在用啊，这个可因为它特别香，家人们你们看一下是不是跟水一样，看到没有，这种就是全部都是粘液，看到没有，都是粘液，它不需要去喷香水，直接这个特别香的，你洗了澡，沐浴露啊，你们放在家里面，13块啊。13块，你在外面能买到什么？对不对？今天在阿伟直播间直接给大家安排这个三瓶哦，这是吴总给大家的，不是我给你们的。一生一世，一生一世陪阿伟，一生一世陪阿子梦，一生一世陪所有的叔叔阿姨，好不好？来，我直播间2500多个人，我也希望我每个叔叔阿姨们都每一年都身体健康的陪着阿伟一生一世。家人们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种效果？我随便这样一擦，手上都没有水，全是泡沫，看到没有？家人们，我跟你说了，我送给你们的东西便宜是便宜，但是它好呀，懂不懂？来，家人们，下方小黄车已经给大家，这帮吴总给大家的已经给大家上车了，好吧？福利，家人们行不行？现在还有多少单？告诉我，后台告诉我，我1000单还有多少单？我相信我直播间2400多个人能把这1000单每个人手一单。哎呀，800单，家人们只有800单了，懂不懂？只有800单了，家人们，懂不懂？对，你们拍回去给你们的儿子拍一瓶，给你们的这个媳妇拍一瓶，给你们的这个女儿女婿全部给我拍一瓶，我们一起用真实的行动得到他的祝福，这是我的祝福啊，对吧？这是我的祝福。对，家人们，拍，你拍了，拍三，拍一单1.34块哦，1.13块14哦，1314发这个三瓶，家人们。知道不？发三瓶，家人们，你们有没有人告诉我？你们有没有人告诉我？你们这个在平常在超市里面买一瓶多少钱？有没有人告诉我？有没有人告诉我？说实话啊，这那么一瓶啊，你们去线下买，48小时发货，你们去线下买，他这一瓶就可以卖你，
可以二三十块钱，对不对？你们真的，你们十九块钱进的，对，你们给就我们接都是十九块，我们接的都是十九块。如果你们去线下买，去超市什么的，那就是你们懂的啊。没有，你们应该给下面是38吧？我们去考察市场的时候38。然后今天在直播间，全是看到没有？这个我没有、啊、没有那个啥。这个你们洗了澡是特别香的。这个今天晚上吴总10314，他说这个好听的名字，他给大家一点诚意，对吧？家人们，你们放心来直播间有，如果说有阿紫的家人们，你们也可以多抢几单。为什么？这是我给他们两个人的祝福，这个是一三，那个是一四，他们加起来就是一三一四，知道不？懂不懂？洗发水，来这样子，今天豪气到头了，把我拿那个洗发水拿过来。今天既然豪气到头了，我今天很开心。你老爸明天确定会来哦，应该他答应了，应该会来。他答应你了，他答应我了，应该会来。来，把那个丽姐给我上来，直接两瓶7.9块，给我上车。好的，上车了。家人们，我给你们看一下什么叫效果。我今天开心，我今天兴奋，真的。不，我这是直播间粉丝们都是我爸爸妈妈，我来可以，但是你这没事的，一样的。我说了，今天是我哥的礼物，因为今天直播间我在聊天的时候到了10000多人。不是，你不要抽动啊，没事，今天我开心。家人们，这个是什么？丰富泡沫七日留香氨基酸的一个去屑洗发水，知不知道？你不要7.9两瓶，给我上车行不行？啊，家人们，吴总有点冲动，我说不是啊，这个他没事，我他是主要是今天什么？今天他把我爸给抽脱了，然后那么多叔叔阿姨们也支持他去做一件事情，所以呢，他特别开心，知道吧？但是我知道，家人们，我跟你说，不存在游戏，这个东西，你跟你说，你一瓶，我给你们多少钱？18块钱。我知道，18块钱，我今天两瓶7.9，我就是为什么7.9？因为我知道你这边的油费就要7.9。7.9，那你这边你就是就等于没事，就是送嘛。我说了，今天直播间这么多人，明天就要见证叔叔在这里跟你们聊天了，为什么不愿意给呢？是不是家人们？好便宜。家人们，我跟你说，便宜就给我赶紧去拍，我这个两皮哦，两皮就可以洗几好几个月了。这个只给100单，这个只给100单，100单，这个因为他没货，啊、可以，这个没货。家人们，这个只有100单，你们自己去拍，好不好？明天我看叔叔什么时候到，好不好？来，家人们，今天晚上在阿伟直播间卡到的每一样东西，你们都放放心心的去用，好不好？我敢这么说，因为吴总他的人品我知道，而且他的这些好东西好，我才敢拿出来在这里分享给我叔叔阿姨们，不好的话我绝对不会分享的，所以你们都是我的粉丝们，一直陪伴着我的。相信阿伟就发信息拍了，你们抢到了，如果不好退回来。OK， 来阿伟让开，来，说的不说，我今天送福利，我要送出来什么知道不？我要送出来让家人们多放心。家人们看到没有，是黄的，对不对？我自己都可以磨到头上的，懂不懂？就这样子干洗，懂不懂？今天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做？今天我就是希望你们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抢到。看到没有，这样子直接看到没有，泡沫直接就起来了，看到没有，懂不懂？家人们懂不懂？要不我跟你洗吧。哎，不用真的，家人们，我跟你们说，没一点都没有骗你们，知不知道？干洗了它直接，而且这个特别下，知道？这个而且不伤这个头上的这个东西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个洗发水应该很多叔叔阿姨们有些他用过啊，这个外面线下卖多少，这个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啊，应该也都知道。吴子去洗头了啊，他那个全都是泡沫，然后呢你们不用挤多少，一点点就够了啊。这个可是吴总给到大家的，不是卖给你们的啊。所以你们拍不拍是你们的事儿啊，相信我就去拍就行了啊。这是我，只是我希望我的叔叔阿姨们每个人能抢到一单，知道吧？这是吴总给的，知道吧？啊，然后呢，你们去线下买，这一买一批都是多少？这个你们也一个大，我不用说，你们都懂啊。7.9块，对吧？今天他直接就一个用费就给到大家了啊。来。